校，母校，青春，青春，生。教官好，我来看你了，教官，教官。谁啊？不是本校生，私闯校园破坏公务，警卫马上就到了。我们第几届？49。我是第49届3年1班17号。这个弹钢琴算是破坏公务吗？我是音乐班的苏老师。所以老师，你每天都在破坏公务了。至少我会穿鞋。鞋子。对。我们这边9号他挂了。
早点了解那率性的你，或者晚一点遇上成熟的我。不过我全都怪我，不该沉默是沉默，该勇敢是软弱。如果不是我，不会自己洒脱，让我们难过。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，假如重来过，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，该体谅的不执着。会弹琴吗，九号？那你想学吗？再问你一次，
你会不会弹琴？不会。结果。